不断扔出道具，突然来人疯狂打枪，最终击杀，迅速返回 B 区，土匪已出晃枪爆头，继续压枪又击毙一人，同时被爆头身亡。白天打螺丝，晚上打枪，生活美滋滋。我是沈万基，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主角是咱们 CS 殿堂人物博瓦利，他那超强的大局观以及顶尖枪法都让人狂澜。地图 DUS 二，此时阵型三两 B， 来到 B 门，同时疯狂翻墙。继续穿射，但同时也要注意偷袭抛手四。此刻狗蛋爆点中，路人多，前去增援，选择背身耐心等待。中路烽烟闪身拉出，瞬间击杀，再扔出擦墙反弹，三白中路。此时 B 栋也有消息，但中路没人看守，只好掉头。下蹲卡防有利于架枪，二狗爆点逼动，要出手石油三抛出三土匪爆闪，蹲的靠墙瞬间爆头，不到 0.1 秒再爆一，二狗身亡，甩枪击杀，没子弹换点枪，对方跳出点射没动，同时被杀身亡，没办法残血加没长枪，但也为胜利打下了基础。此时阵型三 B 两 A， 先锋烟逼洞口，再返回扔出中门高空手，狗蛋被炸飞，又抛出三迅速进中门。来到中路木箱，对方想穿箱瓦林击杀，潘英的把握恰到好处，迅速撤回井架，同时狗蛋身亡，平台封烟已被攻破，扔出反当四，可惜不够高度，迅速穿天花板，瞬间爆头，同时二狗也阵亡，继续狂穿不止。摸上紧迫 C4 已经安装，此刻小道有奶狗前来助阵，甩枪没中，趁机查看一空，突然奶狗归西返回查看，突然受袭身亡。这次瓦力在犹豫不决，其实可以直接上平台。此时阵型三 B 两 A， 扔出小远 O 四，此刻逼动人多，迅速扔出五夺门而进。蹲的狂扫，疯狂泼水，瞬间三杀，非常精彩，下期见。钻出狗洞，晃枪爆头，继续瞄准窗口，此刻狗蛋也击毙一人，迅速上前帮忙卡弹，狗蛋再没开二人，突然来人急速还击，还好被狗剩所杀。白天打螺丝，晚上玩反恐，生活美滋滋。我是沈万基，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《黑鹰Rocket对战 A 方》，主角是末代追神，来人一个，他那出神入化击飞，让对手感觉。地图是 M2， 此时阵型继续默认上四，中路直出开镜，瞬间击杀，立即返回，又重新回到 VIP。小跳查看下水道，开镜查看中路，继续跳看下水道情况，中路异常安静，情况非常微妙，此刻 B 区需要支援，开镜锁定二楼，时间来到50秒以内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土匪应该30秒进攻，
果然如此，狗蛋击杀一人。必须不能放松，突然闪现，瞬间击毙。迅速出包点，队友们相继杀敌，锁定胜局。此时阵型两中两 V， 一狗蛋坐骑先锋，迅速瞄准中路出口，此刻一波人动，开镜预瞄，同时被封烟，双方一换一，先锁定二楼二狗也阵亡，继续瞄准瞬间击毙，又变换位置，迅速瞄准跳台。连续扔出三一波以上，赶紧转狗洞，奶狗快顶不住了。开镜上来查看包点，突然飞来暴雷，对方狂穿不死，真想抛头搜我。雷哥要转移位置，同时狗正击杀一人，重返 VIP。 蹲下开镜，瞬间击杀，再次开镜甩去击毙，此时阵型两比三，迅速破窗进入地区。狗蛋前来搭梯，顶上二楼，开镜闪出，瞬间击杀，再拉出时狙响雷震，又抛出三准备前压，搜点还是非常认真的。此刻奶狗击杀一人，哥选择原地等待。收到消息，对方可能转 B 去，此时奶狗也归西，要及时回防。来到下水道出口，查看没人，赶紧返回。二狗身亡，确定土匪进攻一区，突然狗兽被炸飞，抛出擦墙三，同时后退查看二楼，瞬间击杀，又快速身法跳出，开镜闪出，突然甩狙击毙，一气呵成，行云流水。再美滋滋拆个包下期限，正扔出四十，突然来人甩枪爆头，不到一秒再击毙一人，血量不多，仍然坚持岗位，突然受袭身亡。白天打螺丝，晚上玩反恐，生活美滋滋。我是沈万基，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SA 对战跟男神，主角是世界顶尖突破手 Alden 艾伦，他那顶尖枪法以及完美的残局处理令人望其项背。地图是 Inferno， 此时阵型两 B 三，手持 O 三等待，面壁思过。此刻一区需要回防，扔出高空闪，回到警家时，爆点又称土匪已经转点，对方应该使用了香蕉等迂回战术。来到链接，不断扔出道具，突然来人甩枪击杀，接着闪出下蹲狂扫，疯狂泼水，瞬间双杀，没子弹换手枪，淡定点射爆头，这手速如神来之笔。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一小路四中，先在下水道架枪瞄 VIP，
登陆有情况，电话位。上木箱查看 VIP， 扔出四轰炸，同时搭人机。快速看狗窗 K 探头，经验非常丰富，双方一换一。B 区需要帮忙，先掏出擦墙三，确认一下有没有人追尾。手持O5准备掩护队友上平台，封住拱门，又扔出金枪，三狗弹与二狗身亡，祸不单行，奶狗也归西，迅速甩枪爆头，再次瞄准侧挡，快速上来晃枪爆头，捡起包。艾伦他并不急放包，先卡必通，来到非常规位置架枪，回头查看情况，艾伦此时残局思路很明显，先干掉一个再一v一，时间不多，准备前去放包，突然来人甩枪，没死不到一秒，淡定点出击杀，突然爆闪测到来人晃枪，可惜被砍杀，虽然遗憾但已经了。此时阵型一小路四中，准备进攻前先把 C4 扔掉，上前帮忙合成小跳，查看中路，狗蛋扔出侦探雷，艾伦同时炸 VIP， 又扔出擦墙，三白中路疯狂穿射墙壁，飞身上前快速查看，来到链接突然爆闪，狗蛋身亡，艾伦甩枪爆头，祸不单行，二狗也阵亡，奶狗归西，情况不容乐观，还好狗剩基地逆转，狗剩也驾鹤西去，晃枪击杀，又到残局高光时刻，甩枪出来爆头，基地同时残血，不见对方踪影，打算主动寻找，先查看小沙，再瞄拱门，时间有限，先去拿包，有捡包声音，对方可能偷袭，瞄二楼，单点没死，多穿几下逼退对方，估计他也是残血，安装小沙包，对方同时跳了，返回小沙，变换位置出来拉枪甩枪爆头，非常完美下棋，狗蛋取得开门红，同时阵亡，迅速补枪爆头，不着急等待队友回防，靠墙架枪，此刻二狗也身亡，大杀有人，不好直接回防，奶狗抛出三快速进抛点，疯狂点车，最终击杀，又迅速甩枪击毙，最后一人在二楼上前架枪，淡定等待，叫狗跟狗引，变换位置，毒发爆头，不愧为大佬，主动挑大梁，主角是俄罗斯战神豆姐，此时阵型继续默认上去，再次前压中路，扔出四架枪补弹，狗蛋也帮忙输出道具，进步摸向肥口下水道闪现，瞬间爆头，上前查看有人甩枪击杀，又掉头瞄准下水道，此刻奶狗也基地一人，突然三楼有人
但多西亚锁定腿家，还好狗剩击杀，同时趁先爆头。这一是好强，就知道最后一人必来偷袭。此时阵型仍然保持不变，往包点方向估计要上二，先扔出五，再抛出四，跟着扫射瞬间爆头，继续穿射，再杀一，可惜最终被反杀。尽管身亡，但应急处理能力很强。此时阵型还是万年不变的三一两 B。多西亚不信邪，继续走二楼，竟不摸向旋转楼梯 VIP 底下有甩枪爆头，同时退回不练战争图四五步，飘逸身法来到大厦，此刻也不能大意，这角度非常刁钻，小跳查看二楼情况，二楼没人，极可能转中路，突然狗蛋与二狗双双身亡，还好奶狗击杀一人，顺势摸出来，对方就在中路，非常规站位，碎步一出晃枪，瞬间爆头双杀，非常精彩。下期见。白天打螺丝，晚上玩反恐生活美滋滋，我是沈万基。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Team Rose 对战 Gata， 主角是咱们世界顶级突破手 Alden 艾伦，他那超神反应与极其精准枪法。地图是 Twin， 此时阵型是两内三外，来到高台，土匪烽烟扔出四，并通知队友内防不多，狗蛋取得开门红，靠向四级行动，狗蛋没开二度，可惜同时被杀，对方是狙击不易露脸，近点脚步掉枪线，瞬间爆头击杀，又迅速查看双杀到底，同时被补枪身亡，对方的实力不容小觑，好在二狗及时补枪，赢得本局比赛。此时阵型两中两内一外，与狗蛋连续扔出肥口道具，同时爆头，继续封印肥口，再抛出三，迅速来到四号车顶，疯狂穿射二楼，突然狗蛋身亡，先观察肥口情况，再上车顶瞄准红楼梯，出口不断爆闪，对方要出，二狗隔屁锁定肥头，甩枪狂点爆头，做战术后退，迅速下地晃枪出口，又爆一，此刻要小心绿通，突然枪响被偷袭，对方的 timing 把握相当不错，此时阵型两中一内两外，连续向肥口扔出我三，同时穿墙，此刻绿通人多需要支援，还好狗蛋击杀一人，对方的道具铺天盖地，同时二狗身亡，奶狗补枪成功，突然闪现艾伦甩枪爆头，来到六号阴面架枪爆头，疯狂扑射，最后一人被狗蛋所杀，此时阵型继续默认上次何香小跳查看警钟，狗蛋取得开门符，迅速扔出红楼梯到三，同时上四号车顶，又抛出五风出口，据爆点二楼有人立即穿墙，
对方也往楼梯加烟，小心偷袭，架枪耐心等待。此刻狗剩扔出侦探雷，同时受到袭击，迅速还击，瞬间爆头，夺身打头成功。换上弹匣再穿墙又爆头，这就非常了，同一个地方两次成功，真正杀人无形之中。此时奶狗也击毙一人，同时没开二度，非常精彩，下期见。